草。鳄鱼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2亿多年，它们凶狠残暴，靠着一身蛮力在动物界中立足。一旦有动物路过它们的地盘，多数想逃逸。什么豹子、狮子，通通不在话下。跟随的它们，就连自己的同类也不会放过。饿红眼时，自己的同伴为食物，太血腥了。就连人类也时常在他的身上吃亏，但俗话说一物降一物，看似强大的鳄鱼实则也有他们的天敌。你没有看错，便是这呆头呆脑的生物，但千万不要被他的呆萌的外表给欺骗了，其攻击力可是非常了得，身形高达最长能长到1.5米，一长2.5米，名为金头冠，听名儿就觉得非常霸气，致命武器便是那尖锐的喙，非常锋利，能够轻易的刺穿鳄鱼厚厚的皮肤。但就是这样凶猛的飞禽，却对人类恭恭敬敬，一旦看到人类后就会像绅士一般与其鞠躬，非常讨人喜欢。